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天作风，是以前的林俊皇，建于1665年，是正经为林俊皇建造的王，也曾经是台湾民主国的总统，清朝割让台湾给陆国，当时台湾曾经有短暂的独立，这里曾经是王府，也曾经是总统，这里是骨灰庙，林俊皇殉国后，后人将隋代在册的骨灰葬在此处，后来增建庙，形成一次罕见的墓庙合一建筑。义陵金墓是当年殉死二代男之子，这些龙氏树龄都超过300多年，树干本身长满了，真是罕见。是一次古墓滩天的风雨，古树都达300年以上，连洗手间都见到古树古香。也是花团锦簇的优美风景，且在树栖是一次休闲的好去处。宁静也是我阿三镇旁边的小公园。纪念碑有当时政要的题字，有蒋中正的题字，当年蒋介石啊，这是当年副总统孙承的题字。这是当年新建时的县长，这是李右任的题字，华山殿主祭林俊皇，骨灰两两。这是当年林俊皇在竹子地区开垦农田的居所改建上。
晋王墓，1683年，临晋王殉国后，后人将他以王徽国祠国葬于此。现在这里已经是一次小公园，是居民休闲的住所，还有那个卡拉 OK 流动式的，不定时在这里播放音乐让居民唱歌。这两棵古榕树对称的在墓前，枝叶气根都很茂盛，都超过300多年。这里是临晋王陵，好了，谢谢各位的观赏，今天为大家介绍到此地，再见。